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欢。我最想要去希腊玩，因为呢，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岛叫做 Santorini， 那边只有白色跟蓝色，而且夕阳非常的漂亮。我看过别人的那个照片，所以我非常想要去那边玩，去看那边很漂亮的夕阳，跟大家一起鼓掌。